你先去踩。你都运动健将嘛，就把摄影机就甩到不见了。谁啊？谁许的啦？那个人现在还有这个愿望吗？我印象不是瑞嘉就是子红。烤乳猪吗？你为什么会知道？你赢定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每次都知道？到底为什么你都知道？